过来。我这个呢是一个那个皇帝的香材那个大碗，它那个是外面的话呢，碗的大外面呢是祥云和仙鹤，代表呢长寿，然后仙鹤它不那个衔着那个暗八星啊，里面的底款呢是双鹤捧寿，是非常的吉祥，是一个皇宫里的东西，应该是官窑底款那种。这东西啊，我看到了心情很激动，为什么呢？里面的标签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有佳士得美国的拍卖的标签啊，而且呢还有国内的拍卖的标签。我是第三次看到了这件东西，第一次是在2008年在美国费城的一家拍卖行里看到了这件东西，第二次呢没有多久，不到一个多月，它就长了翅膀，神速地飞到了我们国内的中茂盛家的拍卖场，在那里又看到了啊。在拍卖当中啊，据说是我们义乌的一个非常有眼光的收藏家呢把它买到了，所以说这次是第三次看到，因为我对它的印象太深了。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，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，他已经生出了儿子和孙子，这怎么说呢？在2008年这个拍卖以前呢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造型的光绪款的官窑大碗。那么自从拍卖图录以来出现以后啊，成了作假的指南。我们在上海、广州的古玩市场上就看到类似的仿品。啊，做的也很精细，甚至在香港的摩洛街也看到了类似的仿品，就是这种东西呢，我们希望他以后啊不要生儿子。这个价值呢，我不知道你当时拍卖是多少钱，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市场的这种官窑的大碗，应该在45万左右。